我是李佳薇。台中、台南以及高雄的朋友，机会来咯，我将会带着我的新专辑《天堂悬崖》去唱歌给你们听，将会有我的音乐分享会。所以详细的时间、地点呢，请到我的官方网站去查询。我们到时见。也给我像是天堂的悬崖。